太破了这儿。也不便宜。我们现在到尼斯啦，现在是尼斯的下午，我们是今天中午从蒙特利尔飞过来的。我们在尼斯海边逛的实在是太累了，然后就随便找了一家餐厅，也就 bar 吧，然后坐下来想说喝一点东西，吃一点小甜品，结果看着甜品的分量，哇哦，居然旁边老外都看着我，太搞笑了。今天逛了一天，终于来吃饭了。这个叫一个青蛙的店，前菜我们点的是青蛙腿，还有蜗牛，送了面包。我们这个民宿订了四天，但是其实就住了昨天晚上一晚上，我们今天就要把它退掉了，因为实在是太差了。然后又带着父母来嘛，所以我们现在就临时订了个酒店，然后我们要从这边搬过去。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太差了，就是图片呢它其实就还好，你看它装修的很新，但是细看它的装修其实就很破，就是一个很老的楼。然后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昨天我洗澡的时候它就跳闸了，导致这里所有东西加上 WiFi 都用不了了。厕所也很一般嘛，这里洗澡的地方也没有门啊什么的，所以就是水又会喷出来。房间也就是这个是主卧，就也很小，然后有点破破烂烂的，隔音非常非常的差。我们住在这个里叫一楼，就其实是二楼，早上很吵。然后你看这个街景，感觉破破烂烂的，但其实对面的楼比我们的状态要好得多，我们这栋楼最破。这个是大门口，然后这个门这样关过来，这边是另一个房间，然后看这个开关，这个厕所就极致的小，厕所门是坏的，外面的门把手也没有，推起来的声音是。这是第二个卧室，每一个卧室看起来是有门把手的，其实都是关不了的，是你看是不能关门的。然后这个房间也非常非常的小，很简陋吧。我们觉得最恐怖的还是这个周遭的环境，就是从这个里面出，从这个房子里出来，外面就是长这样。然后这边是电梯，电梯就是这种有一个手动开关，然后只能站得了一个人的很老式的电梯。我们退房最大的原因其实是昨天晚上我洗澡的时候突然就跳闸了，我们也没有用洗衣机，没有用冰箱，没有用任何大的电器，它自己就跳闸了。然后家里的 WiFi 再加上所有厨房加上洗衣服的东西就全部电器都受到影响，然后半夜的时候他自己又突然来电了。我们去问房东，房东说这个他控制不了，这个有可能是我们的问题，也有可能是大楼的问题。然后第二就是他昨天让我们 check in 的时候是把那个钥匙放在一个 lock box， 那个 lock box 还在第二条街。我们去找到了那个钥匙之后过来开门，开楼下大门的那个 fob 是坏的，我们根本就进不了这个大楼，就只能是等里面的住户有人出来我们才进去，就让人觉得非常的disappointed 吧。然后我去跟房东说，房东也说这些他都没有细说，他就不愿意说我提及的事情。然后再加上我们进去之后发现 dishwasher 里面有别人用过的还没有洗好的碗筷，就让人觉得很失望。我们现在就东西全都收好了，然后现在要搬去昨天晚上临时看的一个酒店，在机场附近开车大概是10分钟的样子，就这里很小，机场其实都已经基本出城了。我们现在在盲通，然后看这个房子，它有一些窗是真的，有一些是画的，真假难辨。爸
穿的巨厚无比，全程穿的最厚的人，而且还没有戴墨镜，还在努力的拍照，痛苦面具。我们现在在意大利这个地方叫 San Remo， 然后坐在海边上，然后刚刚点了咖啡，这里居然有冰咖啡，这里的咖啡的价格非常的友好，只要1块多2块。我们现在随意在网上 Google 了一家意大利餐厅来吃，我本来找的那一家呢，它要晚上7点才开门，我们实在是熬不到7点了，现在可能快6点的样子。然后这是一个海边，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不知道什么的小村子，然后环境还挺不错的，简直了！他们这里的营业时间在 Google 上的可能根本就不敢信，也有可能他们就不怎么用 Google。7点半了，我们终于找了一个餐厅坐下来。我本来在家攻略的时候找了一家吃午饭的，因为意大利午饭只从12点开到2点，找了一家吃晚饭，它7点钟开。我们一开始本来不想等到7点，结果就去海边找了可以6点吃饭，结果它关门。又到超市晃了一下，挨到差不多7点，到了我们本来想要去的那个餐厅，结果它关门10几天，它就贴了一个通知在那个门口， Google 上面还是显示它会开门。然后我们又走啊走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，我还提前给他打了电话，保证他有位置。这里的物价还是挺不错的。这个艾兹小镇，然后呢现在在半山腰。刚超搞笑，有一个人过来问我，我的鞋子是那个 New Balance 是什么款式的，然后我们就聊了两句，然后他说他也是加拿大来的，我们说哦，我们也是，我们是多伦多来的，他说他也在多伦多，然后再一聊发现我们居然是住在同一个街口的，就那么近，就像国内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人在法国遇到了一样，真的是超搞笑。现在开车到摩纳哥了，我们从艾兹小镇开过来就10几分钟，然后刚刚把车停好，我们停在这个摩纳哥赌场，然后从 parking 一出来，这边就是购物中心。我们在摩纳哥找了一个平价餐厅来吃饭了，然后这里的物价跟瑞士差不多，旁边全部围绕的都是米其林餐厅。我们今天吃的跟昨天晚上在意大利的差不多一样，但是是2倍不止的价格。我们在摩纳哥探索好几个小时了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像旅游的人会来的地方，终于找到了这个广场。我们今天是从这个赛车的地方找了一个停车场，
然后一直爬上来爬上来，然后又一直爬爬爬爬爬爬到山顶。我们刚刚下来的时候看到王子宫殿其实是有停车场，可能我们来的比较晚了，已经停满了。摩纳哥今天的停车然后交通都实在是太困难了，就是因为昨天举行了这个赛车之后，它的路啊封锁的还没有恢复，再加上我们没有网，地图也不能按它实时的来更新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异常的困难。我们现在大概就在摩纳哥逛完了，我想买的东西也买到了，我们就准备回尼斯了。我们在这两次这些小人都没有亮灯，终于等到他们亮了，像 QQ 糖一样。现在7:30，我们已经回到尼斯吃饭了，这是我之前攻略过的一家，但是其实就在我们昨天吃布丁的那个店附近，然后在我们昨天买纪念品的店对面。我想点的吞拿鱼沙拉没了，然后他就推荐了这个鱿鱼沙拉，看着也挺不错的。这边我点了一个炖牛肉的意面，然后这个是个大拼盘，这个是26欧。早上好，我们今天在酒店附近找了一个商场，然后商场里面有一个超市，我们在这里吃早餐。我们吃完早餐之后就准备出发去 Antibes， 开车要一个小时，那里是毕加索小镇。现在沿着一个城墙在走，这整一个是 Antibes 的城墙，那个地方是城门，我们刚从城门那里出来的。这个是我们要去的 Gordon 镇，它是悲惨世界的取景地，在大山上面，我们已经盘山，从那个下面一直这样盘上来，快到，天哪，就在悬崖边上有一个小镇。这应该是本地人养的一个狗，这狗自己在这儿溜达，眼睛都快看不见了。哦，进去了，这是冰淇淋店。哦，是冰淇淋店。哎，我们现在到了另一个小镇，这里叫格拉斯，这里是香水的发源地，200多年前第一个香水在这里制作，然后它也是香奈儿香水的研发地，曾经啊，这里有一个香水博物馆，我们看能不能赶上，因为现在已经5:40了，它6点钟关门。这么大一瓶的香水，8粉。超喜欢香皂，去了哪里都想买香皂。没有，我就给你买过一块儿，没买过别的。不是，我是说你去到哪儿你都想买香皂。我家也买。你是不是因为从小用香皂用出来的？你们两个好像那个采了茶叶，然后下山了。嗨，早上好，今天是25号，我们今天就要从尼斯出发去马赛了。然后我们在出发前先来吃一个早餐。超级多面包的款式呀，好爽，好喜欢吃这种欧包。我们到了这一次住的民宿了，这一家不算踩雷，虽然我以为它这个楼梯上面上去是房间，其实上面就是一个小阁楼，所有的房间都在1楼，但是还挺干净整洁。刚刚房东过来给我们介绍了一圈，这边就是厨房，然后吃饭的地方，这个门是可以去花园的，是有3个房间，客房，这边有一个厕所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大点的房间。
术馆了，虽然它是艺术馆，但是其实里面没有什么画呀、摄影啊、展，它更像是一个艺术建筑。然后我刚玩这个滑轨，还玩得挺开心的。我们买了一个半小时的票，现在就准备走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古城里面了，这个城叫阿尔勒，然后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古城，2000多年前这儿就建成了。这里是古罗马时期凯撒大帝退休军人养老的一个城，然后它的城墙历史也非常悠久。我们现在准备去看它的古罗马时期斗兽场，就是建于公元前90年。我们刚刚在那个美术馆的楼顶已经看到了这整一个古城的全貌，不光是古城，再加上新城，这个城就非常小，人口只有50000人，而且它几乎没有新的房子，都是这种比较老的建筑。这个是同款的古罗马剧院，但是就没有修复了，所以就不像刚刚的斗兽场看起来是完整的。不过现在还是搭了这个现代的舞台，还有灯光，也就是现在还可以在这里有演出。我们现在逛完了阿尔勒古城，这是梵高曾经旅居了15个月的地方，他也是在这个小镇割下他的左耳，留下他的自画像。梵高是1888年到1889年旅居在阿尔勒小镇，这个时期也是他创作最多最旺盛的一个时期，像他的很出名的画《向日葵》《星空》，然后他的自画像都是在这里画的。在1889年，可能跟高更吵架了之后，就割下了自己的左耳，然后去被送进了阿尔勒医院。然后在那个医院，他还给治疗他的医生画了一个自画像，但是医生觉得实在是太丑了，就送人了。后来因为梵高出名了之后，这个医院就很多人来，所以医院就搬走了。那个医院的原址现在就是梵高疗养院的纪念馆。这个小镇有特别多地方可以打卡梵高的画，比如说他住过的公寓、黄房子，还有咖啡馆。现在那个咖啡馆就叫做梵高咖啡馆。梵高曾经也在这个小镇画过后面的这个斗兽场。梵高在离开这个小镇不久就去世了，所以这个地方还是非常出名，算是他生前住过的最后的地方。太夸张了，就在这种巷子里一窜，就发现全是人。我们刚走路的时候都以为这个镇上的人全都撤离了，结果这餐厅这么多人，我还在想这个镇是不是就只有游客，白天参观参观，晚上大家都回去了。被订了一个 Google review 很高，但是有一些些乌龙的餐厅，他在网上看到别人说这是一家米其林，结果人家只是说这应该被评为一个米其林，所以它其实并不是米其林，它就有米其林的分量和米其林的价格，但是没有米其林的环境。我们现在试试它有没有米其林的味道。城里面评分最高的，但是我们没有吃过米其林，怎么知道是不是米其林的味道？看我们前菜吃的七七八八，这个友谊的小鹅肝还在这里屹立不倒。看到彩虹耶！今天晚上的第二家，我们又吃上了北美的量。我们的这一个披萨是炭火烤的，它烤披萨的地方就在这个后面。嘿，现在中午了，我们现在开了一个小时的车，到了这个 Gordas， 这里是石头城，这儿所有的建筑都是用石头堆积起来的。然后这里最早呢是公元1世纪就已经有人住了。然后但是这个城呢在二战的时候被德国人给摧毁了，现在好多我们能看到的石头房子也是重建了一些的。这个镇里面看着还挺多人的，一路上车也不多，我们还觉得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小地方，结果里面人气还挺旺的，纪念品店啊、咖啡店呀、啊、然后教堂啊，它这一切感觉就是很完善的一个文物小镇。我觉得它是看倒影的，是看倒影，那个就是倒影吧？对，看倒影。
法国油画里面很多这样的场景，只能用眼睛看。我们现在来到了红土城，这里就是啊啊！在哪儿？什么呀？那个风，哇，那风也太大了吧！啊，吓死了！哇，天哪，魂儿都没了！好大的一个。我们现在在红土城，这里是一个采石场边上，这个石矿的名字叫赭石，是赤字旁一个作者的赭，所以这里的房子都是红色的，是因为这个矿石它是红色的。我们现在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来到阿维尼翁啦，这个应该是普罗旺斯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城市了。然后这个地方在14世纪的时候是教皇的皇宫，所以我们来参观一下这个教皇皇宫，其实还挺壮观的。我们现在在它的背面，我们今天晚上在阿维尼翁的晚餐，它全部东西都一起上了，好整齐。这个是鹅肝，这个是猪肉，这个是海鲜，然后面包、蜗牛。早上好，现在是星期六的早上，然后我们的房东跟我们说，星期六的早上9到12点之间，阿尔勒会有一个集市。现在准备走路去看看，我们走过去大概10分钟的样子。我们跟着本地人排队在这儿买菜，妈妈想要买樱桃。到马赛了，本来我们又多开了30多分钟的车，是马赛边上的一个国家公园，但是今天实在是太热了，国家公园里面不能开车进去，就只能把车停在门口，然后徒步要徒步3公里才能走进去那种 viewpoint， 我们就放弃了。今天体感34度。我们现在到马赛的老城，这边是马赛的旧港口，还有它的主教堂。刚刚把车停好，超级多人。欧洲与地中海文明博物馆。现在已经10点多，快11点，这么多人，全城人都出来了。哎，我们现在从阿尔勒的 Airbnb check out 出来，然后这是离阿尔勒大概开车40分钟的一个世界遗址，它的名字叫庞杜盖，中文是叫加尔水道桥。这个景区呢，它是开车进来，一个车收9欧的停车票。如果你还想进博物馆或者是小孩玩的区域，就是要再交6.5块的费用，成人的话。如果你只是进来看一下这个桥呢，就不用再额外收费了。这个古罗马的水道桥，它的用意是用作于城市用水，所以它是从这边把水要引过来，所以它的3层建筑，这一层呢就是走人的，上面就是有水渠，可以起到把水引流的作用，然后就一直流到那一边。然后说古罗马时期只要遇到山遇到河，就会建这样子的桥来保证城市用水，这个是保存特别完整的。在1958年的时候遇到了非常非常大的洪水，千年难遇，当时的洪水高已经没过了2层，然后这个桥还完好无损，但是这附近的所有的房子全部都被淹没了。我猜测这个水渠是给这个方向的城灌溉用的。